为着照顾来遮参加营队或是上课的弱势青少年，真侪志工拢义务来帮忙剪菜、切菜、煮饭、炒菜以及摒扫的工作。来自台南甲南投德山的志工妈妈，感觉真有意义。然后我感觉来遮很有意义啊，因为城乡毕竟有差距啦。台南咱看到真正较富裕啊，我来到这边看到说，哦，这边的小朋友。也这么多资源呐，啊，也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啊。把家当作家里的厝啦，因为少年也会晓做，电脑啥遐咱袂晓做吼，啊，我看到就是当作家里的厝哩嘛，都会爱摒扫的摒扫，嘿，厕所啊、涂骹都会爱扫爱清，然后灶骹嘿爱煮。来遮志工有台电退休的工程师，台大硕士毕业的老师，嘛有身体无好来养病的生理人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某人出头壳，为弱势青少年来辅导课业。啊，因即马已经退休啊，是毋是会当为小遮囡仔，有诶根本都无钱好去补英语诶，伊就来改补英语。即刘小新，啊，即个石爸爸，因为伊诶数学足好诶，所以咱遮囡仔拢来，伊拢来改教数学。来即个所在付出，除了照顾即群囡仔以外，嘛互大人诶生活更加充实，互大家会当互相来挖苦。学会嘛，透过网络来分享成果。阮拢想讲，啊，阮已经退休啊，啊，阮有即阵朋友拢讲，啊，退休的，就是有钱的人出钱，啊，有力的人出力，啊，咱结合这个力量，自然吼，有要挖苦的人，咱就会一个希望安尼。无论是大人或是囡仔来到这个所在，拢将学会来当作是家己的厝共款，因为有共同的理念，除了帮助青少年来成长，嘛，让大人找到生活的重点。无搁再烦恼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